豪，对，小亮。我们这边的队员呢，小敏啊，汪小敏啊，他今天要唱首什么歌呢？月亮之声。民族风歌曲《月亮之上》，我觉得肯定会在榜上吧。月亮之上，啊，60分，月亮之上，哦，唱将队厉害，唱将队厉害哦，月亮之上60分。话要说，我要跟大家隆重的介绍汪小敏同学，因为今天我们要让他给我们唱《月亮之上》。哎，因为其实《月亮之上》这首歌呢，我为什么觉得它是神曲？重点在于我的妈妈。首先他的手机铃声是这首歌，再者是他的起床铃声也是这首歌，就是闹钟的那个声音，所以我就每天早上我听这首歌起床，然后他电话又特别精神是吧，特别精神，然后就是所以这首歌我就特别熟。那其他这首歌的原版是那种比较欢快有 power 的，那所以今天我想把它改成另外一种风格，就是它的歌词其实是带点忧伤的。其实发现它的歌词就比如说风干了我的忧伤，或者是我的心房之类的，那想把它做成一个比较抒情的一个版本。哎，说到这儿我觉得特别好奇哈，是啊，究竟是什么样的月亮之上呢？哎，一起来欣赏。我在阳光月亮之上，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，昨天遗忘，
情深一场，让我的渴望像白云在飘荡，东边路漫，西边放羊，夜啦啦的情歌就唱到了天亮，在日月沧桑后，你在谁身旁？有你的眼光，让黑夜绚烂。我等待，我想象，我的灵魂早已脱缰。马蹄声起，马蹄声落。青草长，白雪飘扬，看见的，看不见的，瞬间的，永恒的，在我的心上。谢谢谢谢小敏，哎呦，我真的觉得这是两首歌，哎，这不是月亮之上了。主要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恬静的感觉，对，我特别喜欢，而且我知道我们对面的观众特别想给你鼓掌，但是不敢打扰你，其实你们不能示弱呀，是不是？